桃子来和大家聊聊牛郎星属于什么星座。牛郎星属于天鹰座，也被称为牵牛星或者大将军。合谷二即天牛星，天鹰座 A 雁星是它在日文中的称呼。从天文学家曾经对星空的观测来看，牛郎星是夏季大三角中的一角，与天鹰座 B 外星的连线正指向织女星。牛郎星位于银河东岸，与织女星遥遥相望的一颗比织女星稍暗一些的亮星，它叫做天鹰座 A 星，也就是所说的牛郎星。古希腊人把它想象为一只苍鹰翱翔在夜空中，而牛郎星则是鹰的心。在夏季秋季的时候，牛郎星就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之一。牛郎星的发光能力很强，比太阳还要亮九倍，而且它的全身呈现银白色，是十二颗恒星当中最会发光的一颗星。